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铁索姑姑小姨妈频道。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去看房源，但是这个房源非常之特别。有什么特别？不如大家 Let's go。 影片未开始之前，请大家支持订阅，按下隔壁的小叮当。好了，我们 Let's go。 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铁索姑姑小姨妈频道。今天去哪呢？后面呢就有台大巴准备出行，两日一夜的旅程。咁究竟今日去邊度咧？咁不如大家 let's go 跟我嚟，拎埋行李上大巴。好似個團唔係好多人喎。係啊，今日個團就唔係好多人，因為今日係星期五嚟嘅。我咧就搭咗大概個零鐘頭車，由深圳嘅福田嚟到深圳嘅大棚。啱啱头先大家都听到我呢就讲係两日一夜，究竟係咪旅游团有啲咩参观呢？嗱，我先去 check in 先。嗱，呢度呢有个 lobby check in 嘅。点解我 check in 完有个牌嘅？其实呢今日同大家要睇房源啊。呢个房源係乜嘢地方呢？其实係一间养老院嚟㗎。呢间养老院呢喺全国係排名第一。點為之排名第一呢？因為它所有的設備呢是非常之先進的。剛剛都說了，我是參加了兩日一夜的體驗團，所以園區這邊呢就是有工作人員，就除了我拿了房之外，就即時呢已經安排有同事呢就跟我們講解一下整個園區的設施啦。其实今日我参观呢间养老院啊，佢哋系集团式嘅，咁就喺内地咧，头先都讲啦，佢哋 number one 啦，亦都喺内地唔同嘅省市啦，有分社噶，包括就系北京、上海、广州，依家发展到深圳啊，深圳呢边佢哋有自己嘅医院添。嗱，有啲朋友仔咧睇到呢一类嘅影片咧，就会留言区就会讲啦，喂，铁索你喺度卖广告啊？其实唔系咯，一啲广告成分都冇。因为点解咧？我都会老噶嘛，我都好想知道喺内地嘅养老院嘅 facility 系点样啦。就算后生啊，俾父母住啊，长辈住啊，你哋都应该要知道。不如大家呢一集一齐嚟睇下内地嘅养老院究竟掂唔掂，适唔适合我哋香港人住？呢个养老院啊，好似一个小嘅社区咁样啦。大家头先都睇到模型啦，佢有九栋，其中有一栋咧就系医疗中心嚟嘅。大家睇下房先啦，呢个房型咧就咁。佢哋话呢个系两代房，点为之两代呢？有些朋友仔自己是退了休，但是父母呢还是非常健康的，想一起齐齐住养老院，所以这个单位呢就叫做两代房了。这个房型呢有三个洗手间的，其中有两个呢就是套房来的。大家看下这张台的设计，是不是很窝心啊？是啊。另外大家看看这个盒，这个盒是用来做什么呢？原来是提醒吃药啊，吃药闹钟。再看看这个床的设计先，两边位呢都有一些叫做护钟啊，即护铃呢，有什么事可以好像有医院按钟仔啊。钟仔之后呢，这边的服务台的同事呢就会即时过来帮手的了。大家再望一望先，个钟系咪好大个字啊？系啊，同埋个电话个揿掣咧都非常之大嘅。这是卧室啊。大家又行入嚟洗手间望一望先啦。我哋听下小哥哥介绍一下。配有一根四角锥橡胶，防摔倒的，两侧呢都有扶手，方便长辈起身抓握。无高低差，干湿分离，流水循环，这个区域又大。马桶呢采用智能马桶，可以通过侧边按钮实现升温、消毒、杀菌。两侧都有摔倒啊、拉响红色拉绳。我们的医生管家安保也会第一时间的赶赴身边进行救济和帮助。恭喜你了。
睇完兩代房，咁不如睇下呢個一居室究竟有啲乜嘢設施。原来一居室咧，小哥哥介绍咧，可以放置一张床啦，或者系两张床嘅。我今日咧嘅体验团咧就系住啲种房型啦，就系 open kitchen 啦，有个洗手间啦，咁啊有个洗衣机啦，就一张床位嘅啫。今晚嘅费用几多啊？今日咧就系300蚊，就系包三餐，就一个晚上，有车接送。呢个就系我体验团嘅价钱啦。嗱，依家睇呢间咧就系护理区嘅单人间。点为之护理区呢？嗱，有啲老人家啊、朋友仔啊，完全系需要揾帮手嘅，唔可以自理。呢度咧就系有24小时嘅服务。呢个咧就系一个活动中心区域，好大。其实头先小哥哥讲啦，小哥哥讲咧，呢度咧呢个活动区咧，基本上每一日咧都有安排俾唔同嘅活动俾院友噶。喺呢个养老院咧，有一个室外嘅泳池，亦都有一个恒温暖水泳池、按摩中心，仲有一个运动中心。头先讲啦，喺呢个园区里面咧，就其中有一栋楼咧，就喺呢栋啦，就系佢嘅医疗部。医疗部除咗有长住嘅医生之外啦，仲有治疗区啦。嗱，呢个小姐姐咧就开始介绍喺呢个治疗区入面咧，有啲咩活动咧可以俾啲院友嘅。例如好似语言治疗啦、认知障碍嘅治疗啦。仲有運動治療啦，言语同埋吞咽治疗。其实咧喺旧年咧，我都拍过一集嘅视频，有关于咧就深圳养老院嘅。咁所以今次咧，我就打开咗大众点评，就揾深圳养老院。咁之后咧就出咗嚟唔同嘅养老院，我就揾咗一间即系评分比较高啲嘅，兼且佢有在线嘅咨询。喺在线咨询嘅过程里面啦，除咗问价钱啦，里面嘅 facility 之外啦，咁其实佢嘅客服咧就提供咗，佢话可以住养老院体验一下，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就参加咗佢哋两日一夜嘅团。大家如果想知道在内地养老院更多的资讯，就好像我这样打开美团或者大众点评，然后呢找一个自己想查询的养老院。好了好了，今天视频来到这里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还未订阅铁索姑姑小姨妈频道，请你支持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
留言。多谢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